我们知道王天一已经消失了很多天了，他的那些粉丝们说王天一马上要回来了，这段时间拿那个登录那个微博来理由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来看看刘大华刘老师是怎么说的。什么出来？不可能的啊，永远都出不来啊，关在里面关得死死的，跑得出来啊？我都没有一句是造谣的啊，我都说得很对，自己在那边译音呢、啊、哎呀出来了出来了，什么出来啊？让他们自音译音去吧，译音，哎呀什么上微博了什么，自己去嗨吧啊，自己去嗨没有关系的，自己去嗨啊。哎呀我这个特级大师让他们去黑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以前直播都说了，这个比什么也没有自由重要啊，我没有特大的称号，我还可以直播，我自由得很，有些人就不自由了啊，我不在乎特级大师不特级大师，我肯定的告诉你们，我的特级大师永远都在啊，心态没有崩，心态从来都没有崩啊，他气我也气不到我，我就是心理状态好啊，他们要气我我就逮他啊、嗯、哦这个棋走错了，输了，这盘走错了，这盘开局走错了啊，这一盘不是他走得好，是我走得差，刚才一盘那个对手走得太好了啊，走慢一点啊，这一盘啊，不会生气，我怎么会生气，我身体这么好。刘老师的说法，那不可能出来了，那俩人呢估计以后交手的机会也很少了。我们来重温一盘他俩之前以前的一盘精彩对局，这盘棋啊刘大华刘老师优势了几千分，最后啊竟然都没拿下来。我们来看精彩时刻，王天一先走，他的拿手绝活飞大象，刘大华刘老师呢简单粗暴给他架上龙号，红的上马护住中路，黑棋上马，红的出军，黑的出军，红棋并没有进炮来封军，他呀选择一手跳正马，黑棋跳了边马，红棋挺翻兵，活动自己的马制住黑棋的马，那黑棋呢就平炮，下一手啊准备亮军，红的呢先出军，黑的出军，红旗呢有一手士，黑旗呢高居巡河，那另外一方呢标准化动作，一高我就平炮给你来交对，黑旗不对，把车躲开，红旗呢挺个边兵，哎不让你挺这个边轴，哎那黑旗呢他不依不饶，他非要挺，那红旗不客气了，开炮打掉，黑旗呢进车压缩红旗的这个空间，红旗先来一个高居巡河，黑旗呢也先补一手，红旗来一个乾坤大挪移，把车甩到这边来，黑旗看这中炮发不出来，人家两马在这护着中路呢，他呢就拆炮准备啊连向朝行给你拉上战线，红旗呢再挺起骑兵，黑旗飞个象，红旗呢平炮对军，黑旗在这里也没有躲，直接呢就选择接受跟他对调，对完之后呢一个闪身过来抓一下，那现在呢他又不能跳兵马了，要不然他捉双了，他只能呢来一个拐角马，那黑旗呢把炮一缩，下一手啊杨氏打你，打你一串，红旗呢平炮来对，黑棋因为他退了以后再来跟他对调，感觉就亏了一步棋啊，他不对保留变化，拆个边炮瞄个边兵，这边空虚，红旗呢落个士，黑棋呢先抓一下，这是一个好的次序，让你穿攻而上，然后呢再退军，以后呢炮打边兵可以下敌将，可以打中兵，从中路给你开火来一将，红旗呢严防死守，
高一手炮，现在呀你不能车吃不到边呢，炮也不能打了。那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平炮，其实呢这个棋啊可以考虑啊车退一步，车退一步雕入河口，然后呢还是要打过来，以后呢打将下你，按照原定的计划。他呢是把炮啊平了一步，下一手啊准备平车过来，然后呢再吃你炮。那红旗呢就赶快先落象，黑棋呢顺手牵羊，先捞个实惠扫掉上士，然后呢他又来了捉象，这个象肯定是不能给，飞个象连起来，黑棋呢挺个边轱，红旗上马，黑棋呢去出一个险地，他先躲开，红旗呢进车到竹林线，黑棋进卒，红旗呢避让，黑棋边轱过河，红旗呢这个中边现在有这个马掩护栏杆，他再把炮啊退回来，黑棋平炮叼住他的一条线，红旗呢再回马，哎你看这个马呢从这儿拐角穿空上上，哎呀这小马运的这种高超的运子手段你不得不服啊，转了个圈跑到这边来了。那黑棋呢也先平个炮，红旗呢把炮平过来以后呢准备这个边兵边线进攻，那黑棋呢再退个炮，没敢出我就打你，红旗呢上马，黑棋呢就先平边炮瞄过这个边兵，瞄住这个边兵他肯定不给呀，他就平炮来对，黑棋不对，哎，你要跟你打掉你要顺势过去了吗，他躲开，那红旗呢就踩进去了，黑棋吃掉，红旗吃掉，哎，那这一番操作完之后啊我们发现呢现在呀反而变成了红旗形势好了，这个多一个兵，黑棋呢这个马呢比较笨，走到这儿之后黑棋呢就往里面靠卒，红旗呢这个兵呢就过河了，有车的掩护你不敢惹他，还要打中卒呢，这个不能让人家铁帽子扣上，就把这个中卒啊送掉吃掉，然后呢过来吃兵，那红旗呢先抓炮闪开，他把炮走开，现在吃了两个兵，这个兵呢不给你过来，黑棋呢也先吃掉这个，你不能飞，马在嘴里呢以后呢都在冲下来，冲下来吃威胁你的炮来吃你的马，红旗呢先把兵拉住手，黑棋下卒再冲过来平，那这就要得子了，他就赶快把这个马呢逃开冲进，黑棋呢还不管了，只管冲，哎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卒身上了，以后一卡过来点住猪腰子，这边呢隐约就要瞄你的门弓了，红旗上马，黑旗呢先卡住，红旗打一下车，黑旗把车躲开，红旗进马，下一手准备扑逃，黑旗高炮守一下，红旗呢把车退回来，准备啊移到这边来，黑棋上马打门弓，红旗飞个边向避让，那黑棋呢也上马，以后呢他也准备扑逃来了，这双方啊开始啊终于近身肉搏，跳过来，红旗也很害怕呀，赶快呀退炮过来防守，黑棋进马，下一手啊就准备啊一将你一出来，再一将你一电炮，那一平卒将的又杀掉了，这个时候啊红旗走出一步漏招，他呀应该落个士，哎你攻我一将上来就完了，他没有，他呀选择了一手出帅，这招棋一走那黑棋就笑了，因为啥呢阵型出问题了，来一将我们将不安慰，这都是兵家大忌，然后呢把士一拱，下一手平卒是个杀呀，那你必须得吃掉。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平炮，这手平炮应该说是不还手，他也应该先平车。这一将是个杀，
等你这个炮高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再来一个退马踩双，这样呢，这个红旗啊就能丢子了。实战呢，他是选择了这种平炮，那这招棋呢，应该说就走火了。红旗呢，把象落回来，黑棋这个时候平车，那红旗呢就先来一将，先把这个车啊逃开，然后呢他再退炮，黑棋呢回马踩他。他这个炮他不敢躲，躲的话这个到头将又来将的一群将呢，这个棋呢他受不了，他选择了一手啊不是，黑棋一将上来，然后啊他选择了一手高炮，其实这棋啊还是一将，然后把这个底部给他扒掉，最后一个底部扒掉，然后踩住他的炮，踩住炮踩完之后是个杀棋，你这边将都没有用，因为这炮都可以垫。他呢是选择了一手啊高炮，红旗呢退车捉马，黑旗呢退车一宝，红旗呢又来捉这个炮，防止啊这个炮往那边甩。那黑旗呢把这个炮高起来，红旗选择平车，黑棋啊还是一个将军大底铺，人家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将军来吃这个士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然后呢补了一手士，红旗呢把车退回来参与防守，黑旗呢冲卒，红旗呢把帅下来再来将，那这个红旗啊他就不再上帅了，他退车给你腰对，他不对退回来抓兵，他呢抓马。那这个时候啊他选择了一手换炮，那这个马换炮，我们说马换炮下不到，这个换完之后这个黑棋对红旗呢就再没有威胁了，红旗呢就要这个保留这个多兵的这个优势了，让他呢赶快先扫掉一个红旗呢平炮，黑棋再平车，这有根儿，他先把帅呀进来，进来之后他来一将，让他这个士啊以后有落下来的这个机会，不给你这个调形的机会，然后呢又退回来，黑棋呢平边，是不是还准备伺机往底下去呢？哎，刚刚反正就平车跟住。你过来，哎，他就跟着你。那这黑棋也不犯规，你走我就跟，你平我还跟，哎，我这是捉，走到这你有根儿，我可不算捉。那红旗呢，主动变装，把炮啊平这来了。那黑棋呢，也把炮平过来。以后是不是准备将军在这里对他进行一番骚扰？那红旗呢，平车。拦住，黑棋呢进炮，红旗呢进炮，黑棋呢先落个士，红旗回马，黑棋来一将出来，再来一将下来，再来一将上来，你这个棋你要是吃个象，虽然说搞乱人家的对象，但是车的位置不好，人家这有个兵往下一冲，那你可受不了，所以让他赶快呀回到自己的生命线竹林线守住，那他就退回来抓炮，没办法，这个炮呢只能交给车，那红旗呢就下兵了，你不敢吃啊，你吃你这个，他就开火打掉，这个时候啊拔掉了人家的这个底裤，红旗下兵拉住手，以后呢就开始撞你的象，黑棋进炮准备啊搞架车炮，红旗呢就平车过来守一下，平过来，那红旗呢动手了，把象一撞，他先来一将
下来，然后呢抓马，红旗呢升个炮将他拦住，黑旗退炮，你打掉他杀你马，可是带将，那红旗呢来一个先旗后取下兵，那黑旗无奈啊，只能吃。红旗呢进马踩着车挂脚要了命，那你只能呢守住下二线，他再把炮一吃，把这个狮子啊找回来，这两个兵啊太毒了，黑棋赶快飞掉，吃掉。下一手一过一将，你上不来，你只有一车啃了呀。他平车赶快先守住，来一将进来，然后呢再平车捉马，他保路，下一手准备来一将，走到这儿他赶快呀退炮，这个将呢他就变。那红旗呢走得非常精妙，我们看到他这个入局手段啊，将然后呢顺手牵羊，再把这个卒给你带掉，他平车抓一下，哎回来，黑旗呢高车捉兵，哎红旗呢进马，你要是敢吃兵，这一将就把车给你吃，你老家上到天上来的将两下把你士一破，你炮双士可以守活单车，但是你少了士少了底库，那你肯定活不了的。他呢平过来，那红旗呢回马，现在踩着车吃着炮，这个兵呢还有根儿，那再丢一个子那肯定是没法玩了，走到这儿黑棋也只好投子认负了。